候的自得其乐，在居家这个部分锁定三项重点。第一个，安全。再来就是你的居家空间要能够帮助你可以自我实现。那第三个就是你要实现安全跟自我实现之前，一定要思考我如何达到简单 simple life 这个想法。真正说爱，西方这个英文里的 love 这个字怎么用法？我可以说 I love you， 对不对？父母也可以跟子女说 I love you。但是情人，西方里头英文里头，我爱上你了 ，I am love with you。为什么他们的 love 是 in love with you？ 没有父母会跟子女说 I am in love with you。I in love with you 跟 I love you 差别在哪里？有 in 就会有 out， 所以我忽然觉得真正的 love 是进去，而且走过了所有的爱的过程中的好好坏坏、辛苦、悲伤等等等等，然后你再走出来有 out。我只能跟各位讲，先离苦再得乐吧，先能够清除掉、认识、搬走生命中到底苦的是什么。我们如果不能先懂得苦，哪来的离苦得乐？不要再想要教育你的另一半，你不要再去想要知道你的另一半是什么类，你现在还想知道他是哪一类，你就是想要因材施教，对吧？现在不是想因材施教的时候，你现在只要物尽其用就好了。好，那物尽其用就是你要记得把你的婚姻当中不能当手环戴的事情，你想想可不可以当脚链用，在你的不是很令人满意的生活当中，你该怎么样才能够自得其乐。而如果你能自得其乐，相信我，你的另一半会觉得松一口气，慢慢你们才有办法想象共得其乐。